这关就比较难追啊，这关比较难追。爹地，其实要传送，我是都没有，我都没有玩过传送啊，我打这关从来都没有用过传送。所以之后等级不会有突破，而是让你再多练一点其他角色。我也没玩过，试过这关后想练一只眼恩。OK， 跟想象差不多。还真好用啊！哦，虫台上面有点危险。好，在这边等啊。60之后，对了，现在特地区的惩戒还像更新右键不一样，打竞技用惩戒打立昂跳过小兵，直接打暴立昂小兵没扣气。步兵杀手后面很需要他打变态数值的步兵。哇，这样量扛不住哎！我靠，量扛不了。之后的变态小兵，我的公主队都不知道以后要怎么打了。那对面人要出了，还有两只马的援军。哇，利昂直接再见呐、啊！跟利昂和他情人零点零。直接分掉。相比比较难搞。OK， 我已经到了。太多只。我现在怕他过河啦，他要过河我这个就不用玩，就已经输了。这枪兵的攻击跟血力差不多，小心跑最快那只会复活一次。麻烦呢。味方の撤退を。敵の援軍が現れます。これ以上、奴らの。感觉火力还是不太够。啊，我记得这关要带千，我记得这关要带千计，我记得这关要带千计，这关要带千计要去撞来撞
撞这一只，让他没办法过河。索尔大问女欧公主联盟的双子要转什么比较好？我跑、哦。双子。转中线吧，应该的，没有很确定。嗯，黄梅，二只都是中线，有没有觉得怪怪？跳过小兵直接打主角0.0。对啊，他联盟 SS 跑平了，他应该有什么？他应该什么招式可以直接打到主角的？差一点。奶奇最香兵种是旋风游骑兵吗？这好像不会过了，摸不到这一只，好像不会过了。欢迎来到索尔台，希望各位朋友能多跟实况组聊聊哦。对啊，他这那只脚过河就这关就不用就没戏唱。要用血力去挡他0.0，挡不到啊。如果缺石头，建议大公主王女线，二公主水兵线。对啊，过去了，过去这关就没救了。哇！我是这样过的，只是推倒的十回合才过。这关应该是不会过的，没过不去。他旁边有人，他就不会踩点。他要过河，这关就过不了了。这个比较麻烦的地方，一定要挡他过河啊！他过了河就这关就不会过了，时间绝对来不及，因为他踩在。记得我拿三星这关打好多次。因为他踩在树林里面。这二只恋人要利用钉钉卡在下面山地那。那什么、啊？这关传送简单一些。打他不会痛。啊，这样又没死。我想要死了还有机会，没死。没有传送最好断腿下。不缺石头该转什么？好慢哦。不缺石头，都两条二转都转 F 四，也是没死。哇，这样雪莉就掰了。要传送也要你的将领能扛住步兵队。了解，感谢。对啊，他站在那个树林，我就没有人打死他了。用法师火球传送去丢火球。他脚踩上去那个。打十人图时钟爆炸 F 四。他脚踩进去那个树林，我就没有半只可以打动他。铁道卡进 F 四。很烦的一个关卡。这边进来跟他互撞是完全不会痛的，对，完全不会痛啊。他不对血很高，天赋还跟光头一样。对啊，这要带千骑啊，这关要带千骑啊，
这个没带仙姬把他挡在河前面就完全没解了。よし準備完了です。我记得是用两千计让他断腿过不去，在河前面把他卡死就过了。我格挡就是包啦，这次关没救，可惜。这只能拼十回合，八回合是绝对过不了。看十回合应该也是没啥希望。哦，可以，第十回合。对啊，那复活回血一次，很简单，很简单的。八十线二的龙怎么打比较好？哎。準備完了です。我去。よし、行くよ。哦，科伊斯角打不死就没救了。真打不死，没救了。好吧，输了就输了，没办法。哎，还有这样打死。这一关我是后面回来，我当中路不是后面回来解，因为太很难追啊，很难追就是。